Hey, Coco. Namanana, Zhang PD， 给你带了一些喝的。哎呦，你这太客气了。哦，谢谢你，因为你没有那么大凤梨酥啊。凤梨酥。啊，真的吗？谢谢，哇，这么多银耳粥呀。因为今天太冷了。对。真的很暖心哦。好久不见。怎么样，最近还好吗？还小紧张。好久不见。见到 PD 呢，还是依旧非常的紧张，因为 PD 是 PD 嘛，所以他有一个比较严厉的感觉。我们也发片了吧？今天来就是推叫做《我是你的》，对对，你是我的。对对。哦，今天见到你好开心哦。干杯！Namanana，照我的身体。好啊，谢谢，谢谢 PD。谢谢你的饮料，我会把它给我所有的。哎，你们喝了吗？我们工作室的小秘书来认你一杯啊。